如果他放东西的习惯跟我一样，那么那些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会藏在哪儿呢？饺子往醋碟里又加辣油又加豆豉，辣油要2滴，不能多不能少，豆豉要5克，缺一不可。你今天要是能改了这从小的习惯，也许我还能信你一次鬼话。如果他放东西的习惯跟我一样，那么那些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会藏在哪儿呢？小袁，你干嘛呢？你来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要藏床底下？秘密当然要藏在不能让别人发现的地方了。来，给你个东西。小袁，哎呦，乖乖，碰着了吧？碰着哪儿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疼吧？磕这儿了？不疼不疼。没事，你找什么跟奶奶说呀？暖和暖和，来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睡吧啊！这被子啥的要冷，跟奶奶说啊。